我操，太冷了！咦，我本来我也说不着吃汤跟哪，一下下楼我就知道吃汤了。不是，你下到门了，叶芳。我都知道是放在哪儿了，这不是就在这儿。之前我在这待过，不过好久了。你们几点钟起来的？52。怪吧，现在都零七了，出来15分钟了。那可不是。那差的点了。哎，你们这个估计反正没有司机，太冷。提前5分钟还不行。他这餐厅得搁这吃，一楼，哎呀！就在恁上外边吃了，吃了好几顿。我基本上我一个月都没出去外边吃饭，我都是搁餐厅吃的饭。晚上可冷。你尝尝。来，不尝尝，妈妈。阿里高粉，这酸菜让我盛走吗？这边的菜，8块钱，8块钱一份儿，这是6块，这是4块。哎，我想吃这个。那呗，这是3块。4块一份。看上王哥晚上好呀，谢谢你荧光棒。要这4块。对，这里面是4块嘞。那俩都吃啥饭？叶芳。我去那边吃个面去。然后我要去哪里付钱啊？不用付钱，咱俩走吧。我要看这边的煲仔饭。吃点面吧，也没啥吃的，都是饼啊、菜、羊肉面。10块钱那就是那菜，那天菜一个菜的8块。我想吃点面。拌面多这边。我要份热干面。好嘞。来，美女。明天，不拿来听着呗。不拿来。明天。再给人家面吗？那个热干面吗？有。你吃啊。我包过了啊。热干面。好嘞。明天。好嘞。来，热干面。
检查工卡。对呀、啊，吃点黄豆，吃点热干面吧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燕峰他俩吃了啥粉。那俩大的啥粉？弄一条鱼，弄清汤。啊，你要给个汤。我不要，我要。给这个给你，籽太多一点。我吃热干面，他是热干面，我吃的好吃。老公，现在味儿不行。这个热干面，之前他的热干面可好吃。搁这要来点菜、啊。不要，搁这待过一段时间，他面吃的还行。我够鱼够吃了。我感觉他是鱼包。不吃。你就光吃一条鱼吗？啊，不知道吃啥。我感觉他这儿的菜。K 区餐厅还大嘞，嗯，但是比 C 区饭好吃啊，嗯。可是你们还是不得劲，在这里上班。啊。热死，跟他们说叫他们开，他们都不开，他们说我也热。那、啊、他们干嘛不开嘞？嗯。好像之前的人都不在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都是新人，都是不认识的人。我也不认识他们呀，我看一个人也不认识。因为之前人家肯定都走了，这不着不会搁这儿。他们家也挺放心我们家，一批一批吃饭，一批跟一批走。啊。太随意。但这热干面比西区的好吃。这样子吗？下次你可以尝尝，妈妈。谢谢。我感觉新疆这个面还挺好吃的。但是燕芳他没这个好吃。你明天要尝尝这个，这个比西区的还好吃。行。这边就这味有点坑溜。这里的卫生要比那边干净。对。现在他让王哥办啥呀？谢谢哥帮我们过二斤，我同事，他们家，我旁边那个男孩子就说了，哎，谢谢你支持，谢谢太阳王哥。这还不如咱吃菜的速度呢。谢谢天上坐飞机啊！我这一上播，大哥礼物刷不停啊！谢谢天上坐飞机，也谢谢天上王哥办卡。要一份热干面，默默要个鱼。你不要把我们的吃播呈现发到上面去，那样尴尬吧。咋了又不咋？看不见你。你要吃鱼不？我不吃。他们家旁边那个男孩子说：“嗯，别人家等级还是素质还不错，行吗？”飞机不欠我了，嗯。好像我白天睡觉看到你又抽卷了。我看上后台，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。你这里走啊？啊？你没走的心都有了。哎呀，咱二十六号能走不能？对呀、啊，应该能。
这一个俩了。真的呀，一个没中。你不舍得严芳。我要我跟恁一起走啊。我说你舍不得。有点舍不得了。还有几天该拿个饭费啊，走咋弄啊？不是呀，一起走你把饭费发给我呀，让我走啊。今天不太可。今天我是把枕头垫高一点。为啥呀？想得美。哎呀，放点辣椒吃有点辣。那你放那边。但是这家热干面老板舍里放东西，芝麻酱啥舍里给你放，但是拌出来味道确实吃着可好吃。哎，那芝麻酱不行。你不喜欢吃芝麻酱？哦。我喜欢吃鱼。哎，居然还说他想换鞋柜，他心软了，他一走就走了，换个鞋柜。哎，估计咱月底不是说到月底，他说又是说月底呀、啊，这个成员给拆，又说一个礼拜。不过你别说，别人家的品质确实比我们家的。他要找就不轮盘拉了。我跟你说，前头的只有多干，是不是严芳、嗯？后面是只有少干，老是没几台。啊，你要还没轮着盘拉？还是。那今天师母他们一开始叫两个人出去师母，妈六个人师母。天气太又一人去师母。看杨华真正的师母。哎呀，真棒！今天讲好好啊，啥还不说。对，不管咋说。说你们多好，他今天说了，嗯，你们接下来不是轮着拉的，嗯，我啥时候欠你一百？但是，忙的时候会查查那个 UPS， 我今天忙的时候你查的干啥？就随便查。你没看见吗？对接的时候我看严芳哥哥不是落了三盘吗？嗯，然后我还捞两盘哥哥干。默默哥还付了两盆，但是你俩人你也不拉，我不拉，那个谁他俩不拉，是这样。我后面过去好像都直接不得，你要不拉吗？我看到你们知道啊，我只要是看到咱俩拉我拉。我看，因为我看到严芳这拉了三盆，我说的，我这放一盆不好意思，然后我也捞三盆。我也是这样子。然后我没空劲儿，知道吧？我看后边他俩不坐挨着吗？他说没几台不拉。你上次说上提我就行，严芳一拉你，默默，我也是看到严厂长拉了，我就那一盘，我感觉不好看，我赶紧拉一盘，或者丢两盘。我说他后面，我刚开始拉两盘，我一看，妈后面停在那歇着。那就亏了，往后边溜。看着点，我看着后边没几台也往后边溜了呀。你看着点。今天我得跟那个谁说，小胖说，妈亏了，胖哥的几台不要叫我看，妈等会留下去得死我，婆婆。
小潘。这小潘能聊几台搁盆的往里溜呗。嗯。刚刚那个马上说这个可以的，我说他说华山，他没说华山。我又看一半华山，我说华山。他说没事。这里跟咱那不一样是吧？嗯。他标准不一样。我说毕竟不是咱那边的，不是万一对下去了又招咱事儿。今天那个小哥是不是把光脏不多、啊、嗯，他是脏不多也不亮多呀、啊、嗯，我旁边在研究那个有烂木脏屋找了一小哥，反正他俩一人找一起，咱啥还没了啊。嗯，对、嗯，这一看他们坚持速度，我都说他俩不要变那么快，坚持住。因为对于咱来说，坚持不快的情况下，你也比他们快点。怕到最后一插咱嘴少，老尴尬。我觉得我不会，我就跟我对面这个比，我就不会。我来了一排，他插两排，我就多插三排，不怎么没事。我只要，我跟你说，我只要不比他啥就行。他肯定是他家的人吧？我管他呢，我啥情况？我跟你说，军力整体还不坏。为啥说整体不坏？军力整体还不坏。但是军力搁后边坐了呀。后边坐又咋的呀？为啥多那么紧不成劲？他紧急，他都说我们也没学过。你看志愿个人，人家都，哎，群里也坐上加插几台。不是，所以感觉咱一刚一来，他都是哎看着咱，总看咱见的少了。嗯。你想那女的当门，然后放走那个过桥了，我都没瞧见。哎，他猛拉的放到过桥里面，过桥我都不懂，我也不懂。哦，过桥我也不懂，不懂过桥。他拉一圈，我拉一圈。我不，我反正过桥我不拉。嗯，他把那被用上，他接着。过桥上我也不接。我得演戏啊！要不他那说嘞，他说啊，不是在那那儿，在那那。我也没搭理他们，还是拉一块我。反正我也不上过桥上拉。哦，我也不懂过桥上的，只要你拉过桥上一块，我都拉我旁边一块。你站一块，我就。你拉你旁边能拉嘞，严峰。我肯定拉我旁边呀，我总是要拉我旁边。哎呀，我口袋都没揣纸。你带？没带纸没？不知道。嗯？严峰，你带纸没？没。一看都知道你们这些人都不是很精致的。哎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没带了，没带。走吧，我不随便。把盘子还送我那边儿。今天我们是卡的点到还是咋的？卡的点到。卡了差不多三分钟到你。啊，卡点。不去你妈走。走。不积极。燕芳，你要明天吃，你去吃热干面，你尝尝。确实比西区那个好吃。过来，我给你刷杯水来。默默，拜拜。拿一杯吧。
真的呀。刷关卡。过来吧，严防。我刷三枚。刷关卡。刷关卡。那吧，我刷了。骗你是鬼呀、啊！这还不进去、啊？刷一百几吗？你说？哦，这可乐三百呀，我刷过了呀。那我要可乐。自己拿是吧？可乐啥？我不自己拿，自己拿，我不管。你确定你刷了没？刷工。你拿走吧。冻死我吧，咱哪你、啊？哎，你吃那个牛肉了没有？啥牛肉？好吃吗？上周我点的。吃了。好吃吗？不好吃啊！我不喜欢。我也不喜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老婆问我，什么？你看看这个东西好吃吗？他们说可好吃哎，可是我感觉我吃不到一块，我感觉是不是因为我是南方的还是怎么样？我吃不了那个东西。包装棒的，不是，它只要是棒的或者那种。哎、啊，谁今天没我胖是吧？中包装的那种肉的我都不喜欢，就不喜欢。差不多，这热干面比西区的好吃一点。哎呦，本来就够冷了，吃点饭热了。我老公还说好贵耶，那个。我说再贵我感觉不是我的胃不合我的胃口也不会不行，你问两块钱的东西合胃口那才是最重要，是不是？这东西不好吃，他说不管贵便宜吧，最起码那个香烟的不好吃，是吧？你家那两块钱可最起码两块钱可喜欢了，我挺多少钱一杯？三毛。要不我谢谢你亲你一个。不要。要不我嫌弃你，你滚吧！还能好好愉快的聊天吗？我说我要坐燕房你们中间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抢这个位置呢？哎，敢问？那燕房中间你可以坐呀，你为什么不坐？荒唐！他为什么？燕房中间可以坐，你为什么不坐？这样不坐，他那个位置太窄。反正我跟你说，过桥上拿几菜我不拿，我也不捡，我往上拿个根盖，管他的。反正过桥上那种行程有点碍事，我估计抬不上去。我都想把锅贴给扔球啊！可能俩了呀，可能不用光效用习惯了。咦，太冷了！走这边进要刷卡。哪里啊？啊对。他一刚开始进去了就说我口罩，其实我从来不习惯戴口罩。他说的跟我有关系的。那正好啊，今天要换啥呀？然后在下个礼拜就走了，马上这个时间就倒闭。那说不定咱这边人走得早啊，他现在他现在老超认他认吧。外面是三月底要招进行招工，他是招。三月底。嗯。也把我赶走以后再做人吧。三月底还是二月底？应该是三月初吧。这马上都二月底了。嗯。嗯，应该到期了，他应该开始招工了，是吧？嗯。他缺人。那你穿性感的干啥？上去，穿个小短裙。上去。哦。横着走。我真想走了，跟你逛一下，回头路也装一点点。我说上去。哎，是本满意。上去，我上三次，还往这边走。那不是想跟你逛一下吗？想带你溜一圈儿的。溜一下回头路就有。什么事儿？
上吗，妈妈？嗯，这个楼梯有点高。对呀，熬夜了。他们家人，他们我们去检查，有时候他们都出来这里逛逛。不接咱也不接，要不都轮盘拿，要不。你有没有注意图？他不轮盘拿，弄，该闹别扭了。后面还坐俩，是农王朋友。后边坐俩是他的，他家的。哦。我怎么感觉就我们几个七八个人的剪辑台？这后面还有两个人呢，我没看见呗。我后面还有两个过去的。七零一二楼逛一圈，你们先上啊、哦。这是去二楼逛啥？这是二楼啊。这是二楼啊，咋了？哎呀，吃了一份热干面，吃饱了、啊。这有啥逛的？都没人。那个黄头发是艳芳，我不是8月20号面的是吗？他8月25号来的。艳芳成功减肥，减了30斤，你信不？就来富士康里面，我天天都不吃饭，然后饿的。那次他不吃饭，差我把他饿晕了。然后头痛，然后下俩早班。他割了双眼皮儿。不过皮肤特别白，这是三楼。让他歇一会儿，然后再进去。那边不是空的吗？空柜子吗？卡了那个饼干掉不下来了，人家拍估计也下不来，那卡住的。他拍也下不来，这个里边卡了俩，这个里边卡了俩。摇不下来，它卡住了，下不来了。
你瞅瞅你就知道了。笑哥晚上好呀，笑哥，看一下吗？他饼干，然后这个也是，他卡里边出不来两个，他晃也晃不下来，卡住了。然后那个人在那晃了半天也出不来，那里面都刷空了，该上货了，没上。笑哥晚上好呀，笑哥，人家在谈恋爱不想出来，这就尴尬了。嗯，他卡到里边挤住了，东西可能太大了，翻的时候他不好出。这下不是刷这个机器的人，好像现在都弄的新的，上次去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机器，今年先弄到这里了。熊老哥晚上好呀，谢谢你荧光棒呀。我公司的这一种，你公司有吗？摇不下来的没用，它卡的可紧，你晃也没有用，下不来。他现在只能微信和支付宝扫，之前的时候那种机器是可以厂牌刷，但是现在这种的只能微信支付宝扫一扫才能出。基本上那里边都刷空了，这里边都空了，这里边光剩那个水没空了，里边放鸡腿还有那个辣条吧，还有饼干儿，还有水，乱七八糟的都已经刷空了。那你摇吧，你过来把这摇下来，摇下来那四包都是你的。这里有两包，那有两包。他弄了这机器，然后也不用下去刷水了，太远了。你摇摇不下来，摇了哈下不来。哎，我明天晚上也上7:30那边啊，提前了，改班次。他们这边都上7:30的，明天我班次也改到7:30了。昨天晚上来不是还8点吗？明天开始7:30。看什么机器吗，小文？啊，戴着口罩的呀。啊，戴着口罩的。好像我该进去了，现在都41了，好像是52出来的吧。说上富士康打螺丝还有加倍，应该有吧？今天产量排的挺高的，6000多，6300，人都上这边来了，然后产量又排起来了，6300吧。哎，高产量宁愿不加倍，这摇出来一个飞机送上，摇不出来，有可能点点上面的饼干点点有没有的话可能还能再刷出来，就是刷一下出两个嘛，
看看那能不能滚动，滚动的话把那个饼干给滚出来，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。如果你说摇出来的话，估计可能性不大。我换衣服嘞，换衣服再进来。他这个车间门没开，那走那边飞去，刷没有飞机，那怎么行啊？你应该说怎么把它搞下来，都有飞机的，刷了竟然没飞机，那还刷干嘛？哎，换衣服得进去，我这柜子老关上，哎，还是换衣服得进去的，进去还得搬砖。小瑞你是啥岗位？跟默默我们一样74，看外观的，擦机台捡外观的，我们都是一样的活。还有验方，怎么了？我发现我应该把这个柜子给整一下，它怎么老是跑动呢？算了吧，挨屌了工作，天天挨屌，那活不好干。你还得把手机擦干净，不是光看，还要去捡，把手机擦干净，不能上面有脏污。